着迷。遇见的那天，我们的感觉安静又透明。我知道爱是种魔力，不经意就会被点击。到后来才发现，是你的出现让世界美好而又甜蜜。我跟你拼了！闹够了没有？一剑哥哥，有人欺负你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他们说什么又不重要，我不在乎。说不重要，要不是孙婉及时给我打电话，某些人还不知道被欺负成什么样呢。欺负我？怎么可能？我可是钟情，我刚刚是准备还手的。全身上下就嘴最硬。看看手，啊？看看手上的伤。小伤，没事。还说是小伤，都流血了。你到底是不是女人啊？这点血又不会怎么样。坐下。喂，你这样他们更要误会了。管他们呢，你不是说不重要吗？那是之前，你现在倒好，你不澄清你还火上浇油。你是故意等我来救你的吧？你的脑回路真是清奇啊。你去哪儿？工作啊。你是我的秘书，你的工作就是待在我身边。顾总，周秘书，这个爱情的美妙啊，它就在于两个人意外靠近时突然产生的心跳加速。什么？心跳加速？什么？心跳加速啊！有没有感觉到心动的感觉？心跳加速是什么鬼？就是你们两个意外靠近时产生的那种感觉，荷尔蒙。我俩？对啊。胡说八道。我还有工作。我也有工作。睡觉睡觉。
我完美的大脑啊，现在是睡眠时间，麻烦不要乱码好吗？这个爱情的美妙呀，它就在于和喜欢的人意外靠近时突然产生的心跳加速。你说喜欢上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感觉？喜欢上一个人，你终于承认你喜欢上不一见了。什么？我在写方案。我来看看周秘书这次又在做什么方案呢？我呢，就是想知道一些喜欢上一个人的细节，比如说靠近他的时候会不自觉的心跳加速。哦，会心跳加速？不不，会不自觉的总是想起他，会总忍不住偷偷看他，在他看过来的时候又觉得好紧张。最重要的是你还会幻想和他单独在一起，是吗？对，全对。全中啊，周秘书啊。我是说你这些点特别好，我记下来。哦，是吗？那某人不问问我下一步应该干什么吗？那当然是接吻呢。接吻？接什么吻啊？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啊？接吻。这个就是周秘书。他借着做秘书的机会勾引一见哥哥，现在整个公司上下全都传遍了。那一见怎么做？他完全是被蒙蔽了，他根本就没有发现那个女人的险恶。他还护着周秘书。太过分了，我必须要见见这个钟情。董事长好。让钟情到办公室找我。好的，董事长，我真的去叫他。周秘书，你快跑！怎么了？董事长和夫人来找你问罪了。走进去，我帮你掩护。我为什么要跑？我又没做错什么。他们爱子心切，你怎么说得清楚？那我要是跑了，不就成畏罪潜逃了吗？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十五的。那也得在小不懂在的时候，你现在就是有十张嘴也说不清楚。身正不怕影子歪，影子歪也杀人哎。周秘书，跟我走吧。我怎么才能够回到过去，回到曾经看烟花为我们而亮起，你是否还会怀念我们绚丽的记忆？我拿什么才能够换回你？也许这场梦做的是我太过用心，这是个秘密，谁也不能随便听。